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。今天我怎么总觉得研究所怪怪的？你给我好好查看一下，把他给我带到已有的手术病房，好好关着。大姐，快过来！唐旭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？所有同仁，现在集合！都快走，冷静。 行了，永远不会展示正义的。你都插翅难逃！